Another approach that's become very popular. 另外一种在美国比较流行的教会治堂模式，我们称之为多点式，或者叫做卫星式治堂。Now,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is is really not church planting. 很多人就说这种模式不可以被算作为职堂的模式，因为有很多人也不了解，不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这种模式的观点就是，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心的教会，那并不像母子的教会，那直属区的子教会，它最终呢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就是它经济独立啊，各个方面独立啊等等。那么多点式的职堂所建立的每一个点有自己的敬拜，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属于同一个中央教会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理念是有一个教会，只不过在不同的地点而已。所以中央的教会它有自己的主流的崇拜，但是呢，他们发现有另外一群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就说那我们在那里也开始一个新的主流崇拜吧。但是这些点呢，同时他们是属于在中央教会的财务预算之下，也是在中央教会的领导团队之下。教会大部分的决定都还是要依赖于中央教会所做的决定。所以卫星式职堂所直立的这几个点，那它都还是属于中央教会的，它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还是属于在母会的架构、治理和带领当中的。很多时候这些卫星的点，他们都是有一个网上的崇拜。比如说在中央教会有一个非常有恩赐的讲道人，那么他的讲道就会被录下来，或者是提前一周准备好。所以这些卫星的每一个点呢，他们有自己的崇拜，他们有自己的诗歌，有自己的崇拜的过程，但是等到要讲道的时候，那他们就把投影仪打开，把电视打开，然后就把之前录好的这个录像就放出来。那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放电视然后看这个讲道，但是很多人也会适应。但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讲道是透过这个视频的，但是呢现场的讲道呢却不大好。多点式的职堂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有点类似于开连锁店。那大家肯定都听过麦当劳。那么关于连锁店呢，它有个特征，就是那不管你去哪个地方麦当劳，你去莫斯科的麦当劳，去巴黎的麦当劳，去到纽约的麦当劳，你大概都知道你会在这些店里面吃到什么。也许他们在不同地方所提供的酱料可能味道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连锁店的想法就是呢，那你所得到的是一个有一致性的质量，不论你到哪里去，你都能相信他们会提供同样的质量。所以对于中央教会来说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去做施工，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传福音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服侍别人，我们知道如何来训练领袖等等。那为什么我们不用连锁店的方式，在另外一个地方来去建立一个同样有质量同样理念、同样神学观的教会呢？但是如果要保证在各个地方的点都有同样的质量的话呢，那么就必须要依赖中央教会它的控制。那么对于另外一些多点式或者卫星式职堂的人来说呢，他们不仅仅是要只使用视频的讲道，有些时候那这样一个中央教会的牧师，他这一周在中央教会讲道，那么下一周他可能就去到各个不同的点去讲道，用这种方式。那有一些点甚至他们有自己的牧师来专门来做牧养的服事、牧养的施工。那这样一个在每一个点里面的这些牧师呢，他们偶尔也可能会在主日讲道。那么这种多点式或卫星式职堂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榜样呢，就是在内布维尔的基督教社区教会。那实际上这种模式的职堂在北美各个地方都有，那甚至我听说呢，甚至在非洲他们也有一个教会有这样的卫星式职堂，那拥有了五个点在非洲。但是内布维尔的这个教会呢，它是这种模式的先锋。这个教会呢，他们没有用视频讲道，那他们每一个点都有牧师来讲道，只不过他们讲道的主题都是一致的。
这些讲道者们，他们每一周会聚集一起商量说这周要讲什么内容，所以即便可能他们讲到的具体的细节不一样，但是整体上他们的主题都是一致的。他们的发展速度呢，就是从大概1989年有五个点，那一到2009年发展到了5000个点啊，在2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芝加哥地区2012年的统计就有13个类似于中央的教会，联合教会。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就将近有370人受洗归主，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不断的去触及到新人，他们并不仅仅是从别的教会里面啊去抢基督徒，而是在不断的传福音。那接下来这张图呢，就是从他们教会的官方网站上面截取下来的，就是有关于他们教会所在芝加哥地区建立的每一个卫星的点。那大家也可以从地图上看到，这里面的点呢，其实也是比较分散的，从最上面的点到最下面的点，可能大概有40-50个 mile， 那开车将近大概有40-50分钟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地区的分布情况。那关于这种模式职堂的一个核心，就是在于你要不断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去训练信徒起来，你必须要训练人们来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建立了一个领袖培养领袖团队的学校，他们为此也写了一本书，那当然是英语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到他们里面所记录的非常有意思的他们的故事。他们不断的去动员信徒，尤其是这些平信徒，那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参与服事的。他们会训练这些人成为敬拜的带领者，那对于他们来说，在每一个点要有好的敬拜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会更好的来培训敬拜的带领者。所以他的书里面也特别描述了他们是如何来去做，在不同的地方来建立不同的卫星的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模式。好，我想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去讨论更多的模式和策略。那结束之前，我还是在想把卫星式职堂的事情呢再详细的说最后几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卫星式的职堂就是一种教会倍增的模式。那我们也之前提到了哈，它的目的呢是要产生复制同样的质量和同样的施工的理念，类似于连锁店，他们可能会触及到更多的人，但是通常都是同样的人群，就像麦当劳一样，他也是有一个目标的人群，那么有些人就喜欢吃麦当劳，有些人就不喜欢，对不对？对于教会也是一样，那他们有大概类似同样的教会的敬拜，他们有差不多一致的风格，虽然他们可以触及到很多人，但是他们所触及到的可能都是一种类型的人，所以就很难吸引其他种类的人。那同样这种模式呢，也需要有科技方面的支持，要有录影的设备，要有播放的设备等等，所以要有很多的组织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模式的职堂当中，需要更多专业的人士参与才可以达到效果。那需要有很多的资源，你需要有这个录像的设备而且你摄影的时候也要注意颜色光线等等这些问题，你还可能需要有敬拜的乐队乐器等等，所以当你开始一个点的时候，可能需要花费很多。那也有人批评说这种模式在建立一种教会的帝国，因为这样主任牧师愿意想要更多的人来听他的讲道，他只是想让他的教会变得更大而已。那当然这是不是真的只有主知道人的心，但我想呢，这也可能会真的成为一种试探。那所以有人呢会来批评这种模式，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这样一个非常有恩赐的牧师离开的话，那对教会
会来说会意味着什么？这些卫星的点还会继续吗？因为他们最喜爱的这个讲道的人不在了。还有一个批评就是他们只是在加添教会，但是没有真正的倍增。那我们刚刚提到内珀维尔的这个教会，其实它真的有倍增，因为它在其他的城市也建立了这样的教会，并且他们在这些城市也建立了这种职堂的运动，所以真的带来了倍增。但是大部分的卫星是职堂，只不过是中央教会在这个点、地方加一个点，那个地方呢加一个点，但是这些点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倍增。我经常用这个继承的这种橙子来做一个比喻，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这种橙子有个特色，就是它是没有种子的。如果你希望呢来去繁殖它，就必须要用它的树枝来去繁殖，而是因为它没有种子，所以只能用这个枝子再去长一个树，然后再去接更多的橙子。我经常用继承的比喻来去描述多点式的职汤法，他们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每一个点，但是这些点本身并没有自发的可以再出去倍增和职汤的潜力。虽然果子长得很不错，但是呢因为没有种子，所以他们自己呢是没有办法继续倍增的。 TV Seminary 是一个参与神国度的好方式，请考虑现在就用奉献来支持这个卓有成效的教育与外展施工。您慷慨的奉献意味着这项施工可以继续，请您奉献支持 TVS 项目的继续与成长。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tvseminary.com。